约翰的囝西文，你听我吗？彼得安尼讲，英文阁讲安尼，你甲看，彼得英文阁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，伊就翻呢。伊奈无爱讲，随转来甲耶稣讲，耶稣我足疼你，伊嘛是阁讲啥？你知道我就是爱你啊，啊我不知道啊，看唔起呢？啊你甲看吼，耶稣阁讲啥？耶稣说：“牧养我的羊，是不是跟着牧养我的羊？就是建造教会嘛，组织教会嘛。哦，大家教会兄弟起码可以相连接嘛，就是要牧养我的羊，不是讲饲只，是饲一群羊嘛。过来，你甲看，你甲看来。第三个对伊讲，约翰的加西文，你听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个问，因为伊三个否定耶稣，所以耶稣问伊几个？三个。所以你若五个否定耶稣，耶稣会问你几个？”问到你足烦的，你知影吼？真正，伊否定耶稣三界，说耶稣第三界去问伊讲，讲，你看约翰的囝西门也未改彼得了，真无改彼得。因为伊大概就讲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，伊若马上说我爱你，可能谁改什么？彼得，你知影吼？无，伊就一开讲就讲啥？主啊，你知道，这个人真正足高级的，你知吼？所以固执的人，到尾向人家定时给就是安尼，你看吼，来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“我爱你吗？你爱我吗？”就怎样忧愁啦，是不是？愁烦，然后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，你知道吼？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怎样？你拢怎样？啊，我安那？伊嘛唔改，伊嘛唔讲我安那。”我爱你，伊较安怎就要讲啥？你知道我爱你。这是一个真趣味的故事啦。啊，听好，耶稣甲伊讲啥物？你喂养我的羊，或者羊啊健壮，可以生养众多；或者羊啊呢乖乖顺坦，会当饲更加生更加侪羊啊。安尼就是耶稣，搁一个呼召彼得出来创啥物？受呼召来做上帝工，来传福音，来饲羊啊，去做教会。和教会能生活姐姐，伊重新再次的呼召，所以你读落去时，你看见这个呼召是甚物？耶稣最后个讲一句：“你来跟从我。”耶稣个一句最后个讲：“你来跟从我。”彼得就跟从他。圣经尾啊有无写的所在是彼得伫主后六十八年受定伫罗马的所在。耶稣甲你讲：“跟从我。”你知吼？跟从我，伊咧跟从个中间，我发现几个问题存在。耶稣一定是有足大个疼伫彼得个身躯顶，彼得绝对体验过耶稣足大个能力。所以，我真期待咱兄弟姊妹吼，伫咱伫教会生活中间，我希望各位能够看到爱。你参加这个教会，我真嘛咧经验着神对你个疼，嘛经验着这个教会真侪兄弟姊妹对你个疼。只有疼，才羊仔才能疼内面来长大，你知影吼？才在疼里面来长大，只有疼才能起出一个教会，只有疼人才会茁壮、会勇壮，开始来传上帝的福音。所以我相信教会若失落疼，教会就无羊，有爱才有什么？才有羊。教会就是疼里面来起出的，所以教会应该是甲所有苦难的人来行一段苦难的道路。教会是伫创啥物呢？是伫扶持才软弱的人，才艰苦病痛的人，互因伫主的里面来得到医治甲逃亡。所以你去倒转来看圣经，当彼得看到耶稣伫行神迹时，伊就俯伏在神的面前。教会伫受呼召中间有听伊话，袂当欠过两项事，一项是神的话，一项就是神迹奇事。其他上帝透过咱的讲话，将听讲出来，将上帝话讲出来。佮一项通过咱的祈祷，和神迹奇事不断发生伫咱的中间。Amen。有当时咱伫看的，拢是伫看艰苦病痛得到医治的技术。总是有当时我看到真济款，我想袂到的事会发生。我感觉这嘛是一个教会性质甲技术。啊，这礼拜我有机会，我甲安平区的区长啊三个见面。啊，伊嘛圣灵啦吼。我甲见面的时候两个相见啊甚欢安尼啦，足欢喜的吼。伊讲伊有一个梦。我嘛国讲，我嘛有一个梦，安尼啦，我真正注意啦。伊讲伊问我牧师你啥物梦，我讲我真毋梦运河吼，会当有码头，
啊，运河顶面有一个甲团体在营造，伊讲啊，迄个梦就要完成啊，市政府已经要伫运河做码头，安尼啦吼，伊讲嗯，梦迄个码头有人伫遐营造安尼啦吼，哎，我讲哎，那是足成个啦吼，伊佫阿讲哦，又一个梦，我伊甲讲一个梦，迄个梦伫倒位呢？就是伫梦伫安平公布个所在，有一个交响乐团伫遐做安平对象曲，你知影吼？我讲啊，按迄个梦落伫咱来教，你知？这敢是神迹？这是神迹。啊！阿哥强，伊甲讲，一开始甲我讲话是真趣味哦。这是啊，林牧师，咱这会是上天的旨意。安尼，阿哥来啊，咱这会是上帝的旨意。阿哥来，咱这会是耶稣的旨意，为上天、上帝变什么？耶稣啊，这敢是神迹？啊，我讲啊，你来一话一直变安尼啦。我讲你敢有感觉你变？伊讲嘿哦，我那变到真自然安尼啦吼。阿哥甲讲强，讲我的学妹哦，是一个啊。他日本的老人学的学妹，常在甲伊指教，拢甲伊讲讲书，拢甲迄个林区长讲讲书，甲讲区长，你过两冬后就变耶稣，哎，变耶稣学生，伊甲讲敢有影哈？我嘛甲讲，我看有影。你过两冬后会变啥？耶稣学生，伊讲伊嘛愈来愈感动了吼，你知吼？啊，我忽然间怎么说就怎样，就怎么成了。我就甲伊讲吼，你有这個感觉是真诶。伊讲伊会惊，我讲你免惊，你知吼？哎，姊妹，我发现足侪神迹是超过咱想象诶。上帝通过无同款诶神迹，你招人来信靠耶稣。搁记一个，我感觉真正有神迹、有能力诶所在，你才能看到上帝甲人三个同在。所以听有上帝话，啊，搁有啥物？搁有神迹。阮这礼拜拜个拜三办一个牧师的敬礼神宴会，有一对牧师已经来参加三届啊，哎，一届佮报名是我无参加，我讲已经佮开足侪钱啊，你知吼？伊三届嘛，一届来哎，一个人哎差不多平均4000啦吼，啊两个人啊话者8000，伊已经来两届已经开办六块去啊，你知吼？啊，我讲吼，你唔好佮来啊，伊坚持啊呐，要佮来，吼、哦、我唔捌看遐坚持，我要来参加牧者敬礼神宴会啦，哎、啊，坚持佮来，你知？啊，我想啊，好啊，好，好，佫来啦。反正伊就遮爱来啊嘛吼，互伊当作休困啦。啊，反正钱也毋是我出的啦。嗯，就是啊，李牧师佮蔡长老啊，即摆佫加一个啊，四姐因出的，所以我开的钱开了较袂疼了。啊，伊就来啊，嗨、哎，兄弟来过，你敢知偌好笑？你敢知？伊本来拢坐伫第一排，伊即个来去坐伫即排，安尼啦吼。啊。刷了，伊来甲我讲，因太太甲我讲正代志，因太太佫特别来我头前甲我讲，因两个拢穿甲足胖的牧师啦，你捌看迄款牧师剃个朋克头无吼？你若看，我若剃朋克头，恁可能后礼拜呼你安尼啦吼，伊是用朋克头的吼，安尼啦吼。来甲我讲啥？讲林牧师，我要甲伊讲正代志。阮先生吼，去年来参加牧者敬礼神宴会了，阮是一个50人的教会。伫短短一冬久个半冬久个中间，阮个教会变100人，安尼，佮前个月变做300人，有紧无？安尼吼，啊，伊家讲真真好笑代志啦。伊讲吼，你牧师，我阿有够听你啦，啊，你听有感动无？伊讲伊总爱听你讲话，啊，讲是毋是听我讲话？伊讲伫 YouTube， 恁知影吼？我逐篇讲道，伊一届拢听8届，一礼拜拢听8届。哦，我讲阿东，听到了，伊讲照讲，哇，你有欢喜无？哎，我感觉伊那只听我啦吼，真注意啦吼，阿过来，哎，即晚头家讲，讲三下讲，牧师我系讲一个好笑代志，啊，总是吼，你唔好感觉奇怪，你有感觉我真介大，讲一个头前第一排嘛吼，啊，即个人坐咧边啊，你敢知影？我讲我唔知咧，伊讲哦，我坐头前哦，还未听到好呢。你算你恩口，还佮戆戆安尼啦，所以我即个坐佮边啊，你知吼？所以我即马感觉真都无啥敢坐人，你知？伊在坐伫边啊呢，我感觉伊那会遮听我安尼啦吼，你知吼？伊那遮听住一个囡仔哦，我无想到讲这个人会变遮好个团队人啦，你知吼？迄个人是一个足奇怪个人，奇怪佮互我一世人挡袂牢安尼啦。我第一下拄到伊来甲我讲，林牧师，你替我祈祷，我是佮你同款足厉害个人。讲安尼甲讲，安尼有厉害无？刚安尼甲讲哦，啊，我伫遮，伊读圣经一年嘛，我就带伊祈祷讲，耶稣高摩这个弟兄，让他比我更厉害，安尼嘛，啊，倒伫涂骹，啊，先看一个惊一个啦，你知吼？过无偌久，伊毕业了，有一天早来马克来甲讲，
林牧师，我来讲讲代志，只有一句话，啊，你后你若无爱跟我讲，啊，我就随走啊。你讲了，我若无爱听，我就走啊。讲有这款人啊？我讲什么代志？伊讲，我知影你欠牧师，我来做恁教会牧师，好唔好？一句话。我讲，啊，我祈祷一下好啊。伊讲，安尼唔免啊。你看这款人，你有对伊有啥物期待啦？你对伊有啥物期待？一点仔期待嘛无？对不对？啊，真该唔知什么介绍伊来参加咱的精神？我看到伊时，我惊一下。盘个头，穿那百块，伊太太穿迄拢足下只，根本就咪像牧师娘。我感觉你上班安尼啦，安尼啦吼。我感觉讲，嘿，这牧师娘该这兄弟伊拢同款型安尼啦吼。嗯，当时我见伊甲我讲啥，伊甲我讲啥，我真正做袂到。伊讲，林牧师，你敢敢穿安尼突破？我惊着呢，我讲，哎，我唔敢。啊，我听讲，迄个叛逆人的性格中间。上帝拢在甲遐人讲：“你爱我吗？”上帝在呼召遮个奇奇怪怪的人来就近伊，在遮个人当转过来了后，伊比甚人搁较听耶稣。所以我甲你讲一项见证：愈敖白的人愈容易信耶稣。有下面无？因为伊心内足需要神嘛。我其实方承认，我讲去该通过这个信仰在回想咱家己，反省咱家己。你真的爱主吗？等耶稣出现的时候，甲你讲：“你爱我吗？”你变哪回答？他大声回答我来，不是跟耶稣说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你要跟耶稣说啥？是的，怎样？他大声跟耶稣说一个来，是的，我爱你。阿林，我要这么跟你们，你爱我吗？不是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我感觉这是必定安尼吼。每一次我感觉每一次这么大的叛逆性的人，这么直接的人，神到最后就是呼召他，破碎他，让他钉十字架。求主帮助咱，让咱这次回想那个主的关系。我再讲一次，你曾经跟主说过什么事吗？你曾经被主呼召要做神的工作吗？你曾经答应过主要为他奉献牺牲吗？你曾经答应过主要把谁带到神的面前吗？我只望你不要忘记，你忘记耶稣不会忘记，耶稣有一天会来找你，在同样的情景当中会来找你，他会跟你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哎，跟他们修行餐，求主来帮助咱，咱三个来祈祷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请啊，众圣餐桌张罗来提起头前的所在。主啊，今仔日我来到你面头前，愿你跟我三个同在。阿弟姊妹，我真望你开声祈祷。耶稣讲：“耶稣，我爱你。”我就问你个耶稣：“耶稣啊，我爱你。我爱你赢过这个世间，我所爱。我爱你赢过金钱。我爱你赢过。”电视，我爱你赢过这个世间所有的。阿弟姊妹，在咱周遭环境，老侪一人过去捌听主，今仔日伊已经重操旧业，我嘛真望你替伊祈祷，甲耶稣耶稣啊，你会听是永远的，你无放三关。恳求你的灵进到因的心内，搁一间呼召因。